哎，聘太高了，主播这边 Facebook 的聘都好高，用 VPN 是聘好看啊，但实际上他的聘有没有那么低，你也不确定。我的喵啥小啦 统神不上场，我看应该是战绩应该是起不来。那个男人不在，感觉会有人摆烂啊。最后队友脑袋，我把队友爆头了。哦，好渴哦！我感觉我马上有协会来测那个电梯协会哦，那个是我们斯文兵呢，所以是被扣两次，靠腰，那这样扣一扣就没啦啊，那当选手拿到那么多钱，哇靠，干是我聘太低吗？操嘞！1000多万买5、6栋，每一栋大概靠这边票100多万自赚。可是越南外国人可以买房吗？可以哦，外国人只能不能卖给本地人就对了。虽然说外国人买房只能卖给外国人。会想去越南玩吗？如果是单纯的玩是可以啦，啊，如果是玩其他的，现在可能不方便了。我在看他不玩的没有关。我靠，干你娘！贴个那要走色。没想到他 AK 比较可惜。干你妈！哎，拼太高了，好烦哦！啊，这人在挂机，不玩给我玩吧。主播这边 Face 的拼都好高，已经很久了，已经快要半年有了吧？这个拼。哎，中华电信都没有在修海缆，是不是？很久了。可能打瓦罗兰聘还好一点吧，我觉得，不然就要打 FS 了。半年的这游戏就这样，没办法，台湾连外网就是这样子哦，台湾要连到国外就是这样子，很吃亏。用 VPN 是聘好看啊，但实际上它的聘有没有那么低，你也不确定。CSO 拉霸，不要再叫我花钱了，我抽那个风之谷的苹果，干哪嘞，抽了一大堆。抽到官方都在笑你，什么时候开新箱子？过一阵子吧，最近干爹比较少，抽不了箱子。Stay alive, boy. 哦，一打
就是这么的勇啊！来叫三小啦！干你娘！你别他妈在那边架枪，在那边叫！架得好好的，一直在那边 yellow yellow 的一直叫。差一点。Lucky. Flash. 树魔的ping太差了，体验不出他的更新啊，因为ping实在太高了。现在至少是90ping哎，会不会以后都这样子？因为其实以前连新加坡可以到三四十ping，很低哎，会不会以后台湾连新加坡就是90ping？是不是新加坡发现我们是诈骗王国，所以对我们也用一些 VPN 之类的东西，害我们ping变高了？线上看都卡住，可能看的不够爽。干我爆头率81%，打头博有如神助呢。